浩峰和那个南风他们搭档挺久的，然后我也对他们挺了解的，然后就打好自己的就好，接下来的比赛就要更加严谨，然后更加认真的去对待。中路 Chieftain 有红 buff， 有机会直接定小定 Gory， 果然定住了，闪现 QE 再一个 Q， 这边是一个 E 技能，再配合上卢卡。本来这英雄前期是灭世，但是能推卸，现在因为右边选了个宝石，怎么 Chieftain 来了？二连又顶，这边直接晕到了。小航这边应该是走不掉了，四级的一个牛头，人头让给打野，而是唯一。叫个鸡转过来，斩上来，等骸骨消失，感觉还行啊。小老虎这个骸骨挡了很多伤害，哎呦，狂打一套，哎，感觉六宝有点想砍完了，砍到底，疾跑一开，有点追不上，直接上一闪一闪，有大招，哎，打出闪现，但是小老虎再砍出来还差两刀，一刀，哎呦，这边把这个线送进去，他就很赚了。再看一下这波回放，第一视角，准备叫到，但是已经减了攻击力，哎，回头。哎，拉扯，扯一下，直接来了一个一闪 ，OK， 进入斩杀线，直接越塔，第二次的叫鸡，而且直接砍死，打得很凶，哎，闪现晕住，炫光晕住之后，直接一 W， 他给了一个超级把需要 play 的狙进场，来看一下刚才这一波，因为全是蹲在了眼上面。是蹲了好久啊，对，然后血光南风的这个一闪直接闪现一整套技能接上，然后直接动吧，基地不想给啊，瑞兹正在往过赶，这波基地很想接，小航在旁边位置已经被发现了，绿宝赶过来，现在想要动谁，这个位置先去砍，他砍的是一个正面，在正面战场的话，我们看到宇宙之辉落下来，第一是保住了切克森，一个大招拉到两个，小航有点危险，小航被卢卡给收掉，而正面战场的话，绿宝已经在后面砍，是换掉了对面的打野，这样一来的话 TP 是可以拿掉这条先锋，而且 Yuko 还想追，一技能踢踢到原地近身，血光闪现晕住了，旁边小老虎进场，但是很难换掉对手，在进场林伟强打换掉一个人，自己换掉了。就如果是这种有预兆的团战，他其实还是非常厉害的。我们看下这边直接开始开，反而是 Chieftain 自己被开到，泡芙也被开到，交闪现。第一时间 Chieftain 有点危险，但是吃到宇宙之辉之后，我们看后面的绿宝，回头绿宝一砍三，闪现一刀，充能完毕，卢卡定在原地交金身，闪现一技能。还好这波是换掉了一个泡芙的大人头，不然这波就重亏。找一个蛮王大招，不过蛮王大招马上就好，他们在等，应该要等一下大招。而且中塔可以推，先中路给你防守。哎，二连直接顶到切夫顿，切夫顿大招加金身，先保护了一下自己，回头一个永生，但反而是这边一个七月横扫扫走了切夫顿。太高，如果站得太高，有可能会直接丢大龙。哎，也去开，直接开到小航。然后这边是被叫这个 W 减速一技能过来，然后还没有开大招，然后回头去想要动一下牛宝，牛宝这边也是狂风拉开了身位，直接动大龙了呀。那一看你牛头没有大招没有点燃，直接开动卡米尔，这个时候要交 TP 了，再不交有可能大龙就没了，因为 TP 这边动得很快，金克斯是海妖的金克斯，现在 TP 感觉有点来不及了，直接戳过来想要动一下 Yuko， 但是正面这边反而自己比较危险，正面大龙拿下，而且克利的也是直接阵亡。就只会落下来，在原地的一个加里奥应该也没有任何办法，泡芙一直在走 A， 一直在走 A， 一直摇头摇死了这个加里奥。先排眼，直接一波了，把眼排了，直接过来，前面先晕住牛头，牛头没有大招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先拆一座梅亚塔，再拆另一座，这泡芙一直在拆，先杀人，然后顶了一下，但自己没有大招，被金克斯收掉之后触发了这个快感。打野也是融化，上单也是融化，我们可以恭喜 TT 拿到本赛季的第二胜。
蛮王，但蛮王是有大招的走，被他跑掉了。对，就是把这个这两个英雄选出来，没有打出联动，感觉还是比较可惜的。对方 Plus 来说，哦，非常开心，终于赢了一把，跳起来了呀，确实来之不易啊，太难赢了。TT 没有闪，快看吗？没有闪，没有闪，没有闪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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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我进山，我进山，准备吃他，准备吃他。看前面的，先看前面的。我虚弱他了，我虚弱他。一波一波来，哎，杀他，杀他。一定要杀，给我杀。打得好，兄弟们。下一把战。哇，我这么假约，好爽。哎，别别别别！算了，我不高兴了。我感觉我们今天不是不是，我们想好，我们想好怎么打就行了。我们就专注游戏，我们不用复盘。嗯、第一波我没拉住你们，说。下一盘，下一盘，下一盘，别复盘，别复盘，加油，下一盘，加油，下一盘，加油！其中一定是我们赢的。赚点钱，我打完这个龙，我差一百。哎，其实你装备不重要的，我觉得你直接逼吧，那我们不能等你的，直接进攻了。中路他下路什么技能都没了，直接来中路了，我直接闪现开一波了，没大了 AD。我没，我踢过来 ，AD。哎，赢了。慢点打，慢点打，慢点打。那个 AD 没闪的。两个没闪 ，AD 辅助都没闪的，都没闪，没舔了，没舔了，没闪吗？我可以一波的，可以一波的。三六再三十 ，nice， 一波一波。没有，不要，越直看越直看，打，看大家。来看 AD， 看前面，不了，前面别硬追，没闪，能追。你们去，我们去。一波好像可以杀人，把人杀了吧，就我们杀了。